葵青貨櫃碼頭已騰出土地起樓的可行性，製造話重置碼頭涉及公眾的考慮，包括選址同係咪需要填海。專責小組未有結論。葵青貨櫃碼頭佔地大約280公頃，社會有意見指可以研究重置貨櫃碼頭，騰出一片市區土地建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討論有關建議，發展局提交嘅文件話，貨櫃碼頭屬於唔同地契持有嘅私人土地。 如果要重置，需要先同業權人達成共識。而貨櫃碼頭係24小時運作，新舊碼頭必須要做到無縫交接。碼頭範圍外大約100公頃嘅後勤作業用地，日後亦都必須要鄰近碼頭，需要一定安置。另外需要考慮搬遷造成嘅噪音污染問題，以及財務可行性。 有業界人士話，重置貨櫃碼頭嘅選址對物流業嘅運作影響好大。葵青區咧，好多呢啲咁嘅物流用地同埋物流嘅倉庫咧，係挨住呢個貨櫃碼頭咧嚟到營運噶嘛。咁如果你個貨櫃碼頭走咗嘅話咧，咁意味住咧，依家我哋嗰啲誒配套倉庫咧或者物流用地咧。 可相應地咧，都要搬嘅喎。咁如果你太偏僻嘅地方嘅話咧，你請人啫，咁你個交通成本咁，邊有肯去啫？專責小組亦都認為選址涉及多重考慮，而家未有足夠嘅資料評估。選點上面嚟講咧，我相信咧亦都可能會牽涉到咧係某一個規模嘅填海，因為咧就係一般嚟講都係常識啦。 貨櫃碼頭當然就係需要咧臨海啦，另外咧亦都需要咧喺今天嚟講咧，尤其是好多嘅大型嘅貨櫃船咧，實際上佢需要一定嘅水深。小組認為，如果公眾同意有關發展方向，政府可以展開更深入嘅研究。無線電視記者陳小恆報導。 警方反恐特勤隊同飛虎隊用咗近40年嘅MP5 衝鋒槍，有關嘅德國廠商年初開始唔需要向警隊買槍同配件。保安局就話會物色新嘅供應商，會構成保安風險。近期外國政要訪港都會見到反恐特勤隊出動，揸住 MP5 衝鋒槍戒備。呢一款衝鋒槍由德國一間槍械製造商供應。據了解，警方年初向製造商購買 MP5 衝鋒槍配件，但被對方拒絕。 話已經將香港從可供應地區列表中剔除。香港警隊喺70年代尾開始已經引入 MP5 衝鋒槍，依家除咗機場特警，仲有飛虎隊要員保護組同埋反恐特勤隊，仲有比較多呢一款槍。我哋向廠商查詢唔向香港賣槍嘅原因，但係未獲回覆。 德國駐港總領事館就話，德國政府唔會就拒絕武器出口提供資料。據了解，德國製造商唔再供應 MP5， 理由係香港並唔係北約成員國，警方正物色新嘅供應商。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話，執法部門採購裝備嗰陣唔會依靠單一供應商。不同嘅供應商，所以喺槍械供應方面咧。 唔會影響到執法部門行動嘅，盡量咧唔會依賴單一嘅或者單一供應商，所以喺佢嘅工作方面，特別喺防空方面咧，係唔受影響。呢啲都唔係發生第一次㗎。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擔心，警方就算換新裝備，都需要時間去訓練。咁但畢竟因為你不過嘅用咗半年咧，一段時間你又訓練咗咧，如果你係新嘅槍械，即係你知啦，呢啲勇親咧。 係短嗰個過程之間救命嘅，即係唔係你死我死㗎啦嘛，冇可能只係對住嘅時候，咁你變咗即係佢哋嘅用新嘅槍械，我諗嗰個訓練咧都要認真做過啦。佢建議特區政府再同德國方面溝通。 無線電視記者冼智報導。匯豐同埋恒生下調強積金管理費，減幅由4%至6%。匯豐話會有150萬張户受惠，期望公司強積金平均管理費會再有下調嘅空間。積金局話，公營又或截至10月底，市場上邊已經有63個強積金嘅基金減價，最高嘅減幅達到54%。睇美匯表現。 道指上期升咗163點，報29,485點。歐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數持續向上。恒指係升咗167點，報29,018點。恒指期貨夜市即月係升咗141點，成交係15,000幾張。 津巴布韋軍方奪權之後，總統穆加貝失勢，當地過百個組織公開促請穆加貝落台。
要求軍方盡快結束行動，但消息話穆加貝拒絕交出權力。首都哈拉雷通往主要政府辦公大樓、國會和法院的道路仍然有軍車駐守，雖然政局動盪，但市面大致平靜，商店如常營業，民眾亦都照常工作，有民眾甚至對軍方奪權表示歡迎。The intervention by the Zimbabwe Army is very good becaus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for a new Zimbabwe, a better Zimbabwe. 當地超過100個民間組織發表聯合聲明，促請總統穆加貝下台，又要求軍方盡快結束行動，重建社會秩序。前副總統穆朱魯召開記者會，表明國家需要一場有公信力的大選，確保政權順利移交。曾經出任總理同穆加貝分享權力的反對派領袖慈曼吉拉伊亦都已經趕回國，他強調為人民的福祉著想，穆加貝必須下台。星期三凌晨起被官方扣押的穆加貝仍然未有公開露面，有目擊者說見到穆加貝的座駕駛離總統官邸前往總統辦公室，有直升機同時在上空盤旋。消息人士說，統治了津巴布韋37年的穆加貝表明不會自願辭職。至於受軍方支持上星期被撤職的副總統姆南加古亞仍然行蹤不明，他曾經被視為繼任總統的熱門人選。無線電視記者陳婉瑤報導。一陣回來會講下菲傭出國做事受到阻延，勞工處同意給今年約滿的外傭合約可以在香港工作去到2月底。成為天價名畫的這幅救世主幾百年來多次易手，但一直沒有人知道是達文西的真跡，為什麼呢？回來會講下。心臟滿白白跳，就來跳出喉嚨。